我以为你们走了呢啊。不走了，就在这儿了哈。回到家。后台演员已经睡了好几觉了。啊，谢谢吧。刚才这个贾怀印啊，唱的这个《盘丝洞》里边的白龙马，今年没少唱戏。前些日子在长安唱《六国风向》，唱《济公活佛》，好多人都去看，看完挺开心。也有人问我说：“这个这里边还有小曲儿，这是京剧吗？”啊，我说是啊。他说：“怎么小曲儿还能算京剧呢？”我说：“你糊涂啊！京剧是什么？京剧是地方戏啊！啊，那二黄是哪儿来的？西皮哪儿来的？高波子哪儿来的？本身都是地方戏的东西。京剧里边很多小曲儿啊啊，这个什么柳子签儿啦，什么云苏调啊，这都是从各处弄来的，攒在一块儿才叫京剧呢。啊，这挺好玩啊！”而且来说大伙儿喜欢看比什么都强，这个他们都唱完了我也得唱两句。其实最近一直啊感冒没好利索啊，其实当件也好了，好了又来了，来来回回有了两三回，我现在是个专业感冒的人员啊。这个唱几句，这为什么把京剧清唱搁在这个时间呢？就是让你们醒一醒啊，醒一醒，因为还有后边好多还有相声还是什么，好几位都等着呢啊！来吧，唱一段传统京剧《刘墉砸銮驾》。这世界很酷。